脑筋急转弯。嗯，男人腿长。嗯，男人腿长，猜一个食品。男人西点方面啊，不晓得啊。西点啊。嗯，而且已经答应的很明白了，男人腿长。蛋糕。哦，蛋糕。女人腿长呢？啊？什么鸡蛋糕？什么鸡蛋糕？行了行了，陶吉吉，这都不正经。什么鸡蛋糕？什么鸡蛋糕？女人腿长是？女人腿长啊，猜一个用品啦。用品啊。女人常用随身带的。随身带。嗯，看你嘛讲讲呢。唇膏。唇膏。蛋糕。